一大江苏企研究生失踪案近日持续受到关注。相信你是很早就已经搬出公社，远交公务。我认为是正义。一审已经判了死刑，二审应该没有翻案的机会，你为什么接这个？单分红，你女儿我。因为她够难。你要为一个杀人嫌疑犯辩护？ 一日晚上，你是不是跟梁静远在一起？他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力量，你要小心。你真的没有强暴他吗？是的。你是否向死者提供了毒品？柳律师，是你杀的梁静远，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？你没有杀他吗？是你弄错了。是你杀的梁静远，对吧？他总会比你快。看来这案子比我们想象的还复杂。当天有第三个人在场。 杀我女儿的凶手，只要跟我对上一眼，我就知道。想要你女儿没事，做你该做的。万一要是输了，我不会输。陈律师，你替奸杀我女儿的人做辩护，你配做一个母亲吗？